真是没曹将军，想要解开锁，心里不是有更便捷的方法吗？这就可以瞬间成为实力强大的纪灵人。真的吗？那我夏凌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明知故犯的话，今年的训练……哎呀，还真是严格呀。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有人天生为王，就有人想……安静，装填完毕，火力全开吧。 别挡道！你们点的轮胎早点，请查收。
解决家庭财政赤字怎么办？这家伙亏我了，这不是楚的敌人吗？主公英明，切磋之余不失谋略。哪有什么谋略，这可是比赛。那楚也不谦让了。Thank you.
你了，师叔。主公承让。万夫莫敌，何有所惧？讯芯片是指这个吗？我烧了，已经烧掉了，再去前面找找吧。轮胎砸脸，警察说。这个是完好的，运气还不错，保险起见还是再搜集一些吧。你们点的轮胎砸脸，警察收。唐亮宇，掩护。差不多了，拿去交差吧。鬼夫三通，他怎么在这里？唐亮宇，掩护！万夫莫敌，何有所惧？这些家伙摆平了，咱们是别想干正事了。几块破铜烂铁而已，耽误不了太长时间。速战速决！呀！还在走！呀！你们点的轮胎砸脸，警察说。轰炸机在冲！
上场了。爷，唐良宇，掩护。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!